个人排名台北前五大步道，我最喜欢那个山顶的景色，超漂亮的，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最美的台北了。用的巨鹿港没到，弱势罪恶，那些罪恶的人，我是暴汗。你的丁娜就是当朋友，你不要告诉我长大。然后我还好，我是白越南人，我不会船。哇，这个展望真棒！不要炸！嗨，搞炸！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所以决定今天要带我们一个 family 去一个很棒很棒的景点。这个景点呢非常神秘哦，就是我们常听到它的名字，可是都没有去过。很常听到了，然后这个地方景色超厉害的，因为是外景去的嘛，就看到就觉得超厉害，一定要带你们去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一趟会很考验体力的。Let's go。Go。Hello， 耶、yeah, ，这是你的观音山初体验吗？是的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观音山的硬汉林。你们觉得你们可以完成吗？我可以在弱者俱乐部。好，它这边的风景就已经很好了。我们都先去前面上厕所吧。而且它这边厕所超干净的，都有人打扫。它厕所里面还有那个卫生纸，所以非常方便。然后这边好热闹。你那平日来就没有？平日来真的没这么多人。假日人真的很多，这边登山步道非常好走，就大概就像上，只是台阶很多。对，哇，今天周日真的非常多人来健行运动，但我觉得硬汉林这边是很适合那种大人带小孩，一个家族一起来的这样，虽然有点喘。我们要在这边硬汉路拍个照，照一张相吗？好啊，谢谢。我也常常被人家要求要合照，就是帮人家拍照。一、二、三，我们已经拍完硬汉路了，可以下山了哦。拍完下山打卡成功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到达山顶，那个山顶的景色超漂亮的，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最美的台北了。真的？对，搞不好可以从那看到我们家。有那么清楚？到了，就看今天的天气哦，不然有时候这边雾气蛮重的。还好没晒到太阳。对啊，我觉得这里很棒，就是步道啊，树木很多，所以像现在太阳很大，可是几乎都晒不到。你好，加油，阿元，加油，300，我们要走1.多公里，爬山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哦。弱者俱乐部还没到，我今天的目标是弱者俱乐部。穿上 Merrill 登山鞋，让你知道怎么喝。广告词，不错，自入我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观音山的竹笋也是非常有名的，所以我们会经过一大片超大的竹林。这片竹林很凉，然后产竹笋，所以我们刚才在上来的地方啊，有一些摊贩在卖一些竹笋汤什么的，推荐大家点，因为真的很甜。运气好还可以看到鹿角金龟。人面蜘蛛哎、欸，啊！我觉得他应该是被人家弄下来的。人面蜘蛛，哎呀！把它移到旁边吧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被人打下来的，不然他通常都是在树上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到大自然千万不要这样子破坏生态。我知道有些人到野外就是看到蜘蛛或看到蛇，可能都会害怕，但我们经过的时候就好好经过就好，不需要去攻击他们，因为这其实才是他们的家。很过瘾吧这条山路，其实你边爬边流汗水。你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加油！一连串的陡坡，以前宪兵都会在这边行军啊，所以才叫硬汉林。他们都会在这边做训练。前面就是弱者俱乐部了，这里有个双亭，双亭就是我们的弱者俱乐部拍照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到达弱者俱乐部了，我们在休息。这里有写一句很严重的话：强而不是美，弱是罪恶。弱是罪恶，这些罪恶的人。阿远的汗，整个背后都汗。我是暴汗。你的丁娜就是当朋友。你不要公布我长大，不要公布我长大。
很烦呢、欸。透过流汗把它排掉。我没有排一半吗？还没。是啊、哦。对，大概还要在900公尺，其实很短啊，900公尺就到，只是它这里就是都是楼梯台阶比较累，但它因为就会觉得为什么觉得很喘，是因为呼吸没有调整？没有，因为这边台阶很多，一般人都会喘啊，你不喘我才会觉得很恐怖。然后、欸、不会喘、啊？我还好啊，因为我已经上过很多百越，我是百越男人，我不会喘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你们拍外景，但这样边拍还要边做效果，然后还要边讲话，嗯，而且你们这个只是你们行程的其中一天，你们是4天，然后一天爬山。谢谢你为我们上山下海发声，谢谢你，真的很猛，谢谢你，所以支持上山下海过一夜。每周是晚上10点。上次来他们上面其实有些地方都可以让你们装水，所以尽量喝没关系，待会上去再去装。OK， 继续够了。好，你很棒哦。我不棒，我这边去山。不行，我们慢慢走，我陪你好吗？哎，你看他们台阶其实很大哦，台阶是大的，然后算好走，很棒的步道，我觉得，我个人排名台北前五大步道，我最喜欢的，所以我才会说这边是那种大家很常听到，可是却忘记有一个漂亮景点的地方，因为你看我们在台北都市啊，其实非常容易看到观音山，而且它是远远看就有看到一尊观音躺卧在那边，但我们却忘记，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色，可是我们却没有。就是来到现场来看一下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你一上到硬汉杯的地方，你会叹为观止，你会觉得你根本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台北，超漂亮的。加油，阿元，我会多带你出来走一走的，好吗？没有看到奇特的乖乖。哎呦，等一下上去会有个中乐园，然后中乐园那边还不错，一个乐园是什么？也是一个休息的平台，那边有一个 view。这一颗呢，就是曼陀罗，它其实有毒，大家要小心。这边有水可以装哦，可以奉茶。善念化干斋。哇，欸，他们去很多地方哎，现在还有圣母山庄，母长山也有。我们不能浪费他们这么辛苦，把水背上。结果刚刚在写说自来水是拿来洗手的，干净。嗯。有一个嘟嘟嘟嘟的声音，嘟嘟嘟嘟，有哎、欸，其实我们沿途上来都有一直听到这个声音，嘟嘟嘟嘟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们听看看。青蛙。不是，是一种非常漂亮的鸟类，它有五个颜色。嘟嘟嘟嘟。五色鸟的声音。有时候啊，你在走这个步道，你往森林那边看过去啊，树梢，它们都在树梢上面。所以它是稀有的吗？还是常见的？蛮常听到的啊。你看那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在上面，在上面。哇，而且它喉咙有红红的。我们到达 1.4K 左右就会有个众乐园，这个众乐园很有趣的是它这边有很多休息的平台，以外呢还有洗手间以及前面有观景台，所以我们上去看一下吧。那大家都会在这边吃东西啊，泡茶啊，喝点水啊，来来来上厕所。而且我觉得观音山这边很好是它这里公车都非常洗得很干净，而且每天都有人在清扫，也有很多清洁人员在这边维护这边的环境。看这阿伯，辛苦啦！不是啦，这比较热色哈，大家都掉六里，哎，到礼拜天的话哈，嗯，差不多40-50公斤啦，我要背两次，都用连工背下去的，都要背两次的。天哪，辛苦了！我们都希望说，大家如果可以合的话，就自己带下三堆啦。大哥在这边多久了？我在这边两年多了。两年多了，谢谢阿伯。有人多出你们这个几个好人的话，哇，那那会减轻很多。刚刚看到那阿伯啊，其实他是非常辛苦的，没有错。但还是要这边跟大家宣导一下无痕山林啊，就是我们其实来到山上啊，就是尽量不要把所有垃圾遗留在这边。应该是说，不属于这里的东西就通通带下山，包含果皮啊，还有你上厕所的小白花啊，这些不属于山上原本的东西就是带走。有些人说，哇，果皮会腐化啊，吃完的橘子皮丢在山上应该会自然腐化。但是你想象一下，你在家吃完香蕉，你把香蕉放在那边，你试看看多久才会腐化，其实还是要一段的时间哦。然后再加上果皮上面有一些农药啊，所以这边有一些野生动物如果吃了的话呢，对他们也是不好的影响。所以尽量所有能带下山的垃圾通通带走，无痕山林再次提醒大家。 OK， 啊，这个展望真棒，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就是淡水新市镇淡水捷运站，在那鹿角金龟，鹿角金龟啊，很厉害吧？这些展望，喜欢吗？蝴蝶啊！
好啦，到达中乐园之后，再走150就会抵达我们的硬汉林了。各位，你们要成为硬汉喽！今天都是在使用教练教我的核心走力，就是肚子要用力啊，然后用屁股提啊。哦，提臀对吧？对啊。对，其实走阶梯还有提臀的作用，可以去感受一下你臀部的肌肉，啊、所以你会越走越强。腿就是要跟腿更出力。是，到了硬汉林。这边会有一个走路要找难路走，挑担要捡重担挑。阶梯往上走一点，就可以看到超级漂亮的风景，可以看到林口，看到淡水，还可以看到巴黎。还好我们今天来天气很好。啊，今天假日超多人的，哇！天哪、啊！阿元，你赶快上来看，哇！哇，人山人海，我还以为大家要那个迪化街了。你那天人数没那么多。对啊，那天起雾比较多，今天有点散掉。然后这是台北港，台北港数十万年，台北是个盆地，这边全部都是淹满水。然后就是从这边排出去，然后那也是淡水新市镇，然后八里渡船头，前面那边你可以看到关渡桥，就在前面而已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那边可以看到阳明山、七星山。啊？七星山脉啊？那个吗？对啊，大屯山就在那边。好，现在就让270带我们去看最高的视角吧。而且我今天还特别戴手套要来拉单杠，我才是真正的硬汉。好，太高了。好了，做做样子就好了。好吧。山下的硬汉是。没有。哦，超酷哎。这里会。很厉害哦。什么意思啊？是啥？什么？你为什么手脚在动？踩旁边上。你会逗向你啊？直接卡到头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反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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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手比较简单。我以为你跟我一样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拉那么高、啊。对啊，他很厉害，没办法。他等于要把他自己六七十公斤。我觉得我在健身房开一个。今天这个观音山硬汉里，有没有觉得让你很开心呢、啊？很喜欢，很喜欢。爬完山就是很舒服，流一流汗。就是因为这边也是很近啊，就是开车或骑车，或是搭大众交通运输，很快就到。公车，我看好像很公车。对，然后走起来很舒服，也不会到很困难，知道吗？对啊。但如果平日来的话，一定更好。对，平日应该没什么。OK 啦，舒服，推荐大家来这边上来走走吧，走走，舒服一下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拜拜。拜。耶！爬完山就是要大吃一波啦。我们现在在红星土鸡城甲崩，好吃哎。点竹笋汤跟它的那个土鸡，这间 CP 值很高，都很大盘。真的超大。这个炸排骨一定要点，超级好吃的。吃饭了啦！